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会读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《我是猫》。好，我开始吧。第一章，你好，小猫。我是猫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妈妈。今天是星期一，今天我有家了。我有妈妈了，妈妈在看我，她在笑。你好，小猫。你好，我坐在椅子上看她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对吗？妈妈也坐在椅子上。我叫高小月，今年23岁。我是中国人，我的家在北京。我家有3口人，爸爸、妈妈和我。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，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。我是一名学生。这里是日本，这里是大学。我在日本学习，我在学习日语。他在笑，她真漂亮。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妈妈问我。我不知道。在医院，医生说你是女的，我叫你西西，好不好？西西，我喜欢。我用名字了，我太高兴了。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喜欢，喜欢，我笑了。我有妈妈了，我有名字了，我有家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